上摆歹势。唔会啊，你昨晚未翻呢？哈尼，你白就告诉嘞，我来找你退休。也不过，俺对桂花非同你讲，多做了50万磅的处置差，你会吗？还讲你又想吃，我做的吃不腻，你甭说你，是不是眼晕？吃。爸爸。就。50万磅就600万了呢。做生意，心浪最从容，错么？文贵，前进东有生意挑难，你也差爱秀。阿爸，呀，呀，我有想了吗？我毛的哥的朋友跟我说，国华公司已经报价了，这家公司野心很大，打算以低价抢单，吃下整个北非市场。只要你的报价比他低，就可以抢到单。那穆老，你怎么不自己去抢单？只有你日光公司才有这种本事啊！我们贸易上没有自己的下线，日光是个大厂，电报单来了马上就可以回复，而且还可以把价钱压得更低。这次国华打算绕过我们直接出口，踩到了我们的底线。志松的，你有全台最大的差生，我有足够的国际资讯，合则两利。交给你了，不上。文贵啊，上头有交代，要开拓北非绿茶的业务。到时候呢，你去一趟法国，跟厂商见个面。是。男人嘛，总是要见识一下啊。是，那回去公司收好。是，董事长。小西，放心上。上班，拍谁？唔会啊。你昨晚没完呢。